进补米食制，羊腩煲记得加萝卜。家阵立冬已过，啱啱踏入小雪冇耐，天气应该有啲冻。你话食个羊腩煲暖粒粒，咪话唔盏鬼。不过中医话进补还进补，最好加个萝卜一齐食，因为萝卜有消积下气功效。有时进补过咗笼，个肚会气胀，顶住顶住，正好靠萝卜化下气。古人仲教同羊肉一齐煮，可以医埋肺痨咁话。萝卜古称来服，佢嘅种子就系常用中药来服子，一样有消食除胀、降气化痰功效。仲有啊，萝卜整烂生食可以医吐血，药用价值好高噶。医师咁苦口婆心叫我哋食，唔系惊我哋吐血，而系觉得香港冬天其实唔多冻，有时补得滞，反而要靠佢化解一下。